为打好防控主动仗，坚决遏制疫情传播风险，切实维护市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决定在朝阳区已经开展核酸检测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区域筛查范围，从26日起至30日，对东城、西城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房山、通州、顺义、昌平、大兴、经开区等11个区人员开展3人核酸检测。